没有遗憾的人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面白呢。先问一下伯杰跟田中，就是两个人在电影里面第一次见面就是互相讨厌，然后一路讨厌到尾嘛。那现实生活中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子？そうですね。なんかすごい若い男の子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。ハンサムな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比较严肃，然后比较好像，因为他不笑的时候看起来蛮严肃，然后我以为他是很有点凶的那种人，但就是后来慢慢熟了之后，才发现他其实人非常好，然后很可爱。他中文很好，我们就会用中文聊天，或者再用一点英文说，就发现他其实是很好的聊天的人。阿酱，那其实这部片是在冬天拍的，其实超冷的。然后你们到底拍戏是怎么样保暖的？我记得你们很多在湖边的戏，好恐怖，我觉得超冷啊。那真的非常恐怖，因为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没有遇过这么冷的环境。但重点是我们在湖边，那个风太大了，就是大到你真的是你眼睛张不开，然后你也没办法，就是真的你全身是用抖的。但我一直很记得田中他非常厉害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场戏是我跟他在湖边，然后在讲话，然后他是有情绪的，他是要跟我讲，对，掉眼泪的。然后我就看着他，因为我是在听他讲话，我只要做一些就是听他的反应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然后我想，然后他就在那边，然后很投入，然后还哭了。我想说，哇，就是哇，就是他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我不喜欢寒冷。他不喜欢冷。人最暖的应该是导演。我只是跑来跑去，然后背着摄影机。听说有拍吃饭戏也蛮大挑战，就是有很多大家一起吃饭的戏，有拍了一整天，导演要求很高。那个吃饭的那场戏我们拍了两天。两天。对。为什么要拍那么久？那场戏每一个人都要用，就是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去沟通。然后有很多误会，就是他又要有一点幽默，然后又每一个演员的，就是表情都要互动，所以就变成说大家都一直互相，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们的那个场面调度也很蛮复杂的，所以就变成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。但是拍到就是你觉得自己也能好，但是听到导演说要再来一次的时候，那个心理的压力或者是感觉是不是很？就是会觉得有点沮丧，或者是要怎么，后来有再怎么去问导演说到底是哪里要改这样子。我想要先听摩一该摩一该全部摩一该全部そう、その時は嗯嗯嗯下一条でも15ページぐらいだったんですね。長いシーンで、それで一人一人喋る言葉が違う。日本語だけしかわからない人、中国語と日本語がわかる人、それから中国語と日本語を操る人、それ本当に人それぞれの条件があって、一線芝居をしていく。しかも、ストップをかけずに、それはすごい難しい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と思うので、やっぱり時間がかかるのも、すごく理解できるし準備を持っていたのでこだわる大事なシーンだと思うので、まあ、やっぱり、監督のイメージに近づくために役者がこう頑張るっていうのは、まあ、やっぱり、あると思いますね。我姐有话要说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像每次他就田中就像全部。那你知道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玩，就是我们现场气氛其实是会变得，就他会这样讲，然后我要全部。最爱日本拍戏的三件事，食物，三，导演，田中丽奈，很会，好，田中。在片场打发时间最常做的三件事，看书，
聊天，给王不姐睡觉。好，导演，田中丽奈最美的三个角度。哦，每一个角度，每一个角度，每一个角度，角度。好，王不姐，在日本拍戏晚上空档最常做的三件事。看剧本。三，不可能。看书。不可能。看电影。健身吗？我不敢，我不敢健身。我上次第一天健身，我就受伤了。是哦。对，我就送医院了，我就后来就不敢健身了。做什么？那因为我带那个单杠是架在门上的。掉下来啊？对，然后我架着之后，我就在房间拉，然后拉掉下来，然后那时候脚是受伤的嘛，然后一掉下来，我就不能动，然后我们大家那天都吓坏了，然后马上送医院。我那时候还，你隔一天就要拍，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我啊，对不起，我可能对，没办法，因为我真的不能走路那种，对，就还行，我就觉得对，你没问题，就还好，隔一天就是好了。房间大，对我真的我是用爬的，爬电话，然后打电话给我助理说，哎，我出事了，然后明天要送医院这样，对，然后隔天他们就带我去医院这样，对，吓坏了，吓坏了。接下来田中，导演最常会有的三种。小脸尖，严肃。OK， 导演，你最常在片场讲的三句话，不知道第一句我。就是再一次，然后然后再全部都再一次。都一样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一直重复，要是我们再调整一下，再一次。好，伯杰，现在最常做的三件事。现在吗？睡觉、冲浪、打篮球。田中，三样最想念的台湾食物：小笼包、火锅、火锅。我看见。中。最后，导演看这部电影会有的三个表情。那你最后也请田中说一下，就是看这部电影会有的三个。没有导演知道，他做不出来。要不要知道一下吗？是不是觉得台湾媒体很奇怪？请你们三位就是和爆米花看电影的观众推荐一下这部，打声招呼，然后推荐一下这部电影。爆米花看电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伯杰，然后盛情款待全台上映，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多多支持。爆米花看电影，大家好，我是田中丽奈，五月的新片盛情款待上映的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。爆米花看电影，大家好，我是导演陈玉杰，希望我们彼此用心对待，一起进戏院看这部电影，谢谢。本来想要喊我该，没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谢谢。我应该想被带。开玩笑。